大家好，又是寶仔教車的時間，祝大家新年快樂。我們今天就整這個上海很多時去餐館見到的甜品，就是豆沙煎餅，材料有以下幾樣。材料就有蛋、有麵、中筋麵粉、水和豆沙。首先打了一層蛋先，之後我們就加粉或者麵粉，再打我之後就加麵粉，過了西的麵粉裡面，接埋佢，好似做一個盒仔咁，咁得㗎啦。之後咧就擺去煎啦，煎好咗就得咯。之後擺埋個底煎，上碟。好啦，呢個是上海的豆沙窩餅啊！好多時上海甜品都有嘅，快啲啦，大家嚟整下啦！